周部长夫妇和随员、台北航空站副主任董孝义今天搭乘下午2点半的华航班机前往中东。高部长是答聘沙烏地阿拉伯交通部长卡贝克最近到我国来访问，以及应约旦交通部长的邀请前往约旦和沙烏地阿拉伯两国访问。今天前往机场送行的有沙烏地阿拉伯驻华大使夏伯克西、约旦驻华大使雅欣和交通单位的官员。